被搞很热。我也想热，其实太阳太紧张了。加首歌啊，然后我唱了，最后一首了。不然以后大家听到你当兵回来，心情都很不对。可能大家都走掉了。都不想来。快点，最后一首歌。最后一首歌就是。那你介绍一下。汪峰的《像梦一样自由》，就是希望就是自己当兵完之后可以，就是可以朝自己的梦想前进，然后是可以是很自由的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。想去未来。